天后张惠妹世界巡演即将登上大巨蛋，12月下旬办5场演唱会，更一路唱到跨年，总共15万张门票开卖就秒杀。主办单位宣布要加开 B1 以及 L2 少数座位，要歌迷多留意售票页面。就有粉丝在16号凌晨刷到门票，甚至连跨年场的门票都有，兴奋的喊：“晚睡的人幸运抢票成功。”张惠妹这波无预警试票也迅速被抢光，虽然这次加开的少数座位或许视线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歌迷可以一起进场看到阿妹也直呼很满足。而张惠妹开唱前也有成立周边快闪店，以及和5星级饭店联名推出主题房，吸引歌迷朝圣。张惠妹还没开唱话题十足。